我们是来自新竹的新竹女中，然后我们是没有绝对。首先第一关我们有制氧反应，然后用杠杆用齿轮带动第一关跟第二关的连接关，之后第二关是种下魔豆，魔豆往上延伸之后到达下一关，下一关是它会进到月宫里面，到第四关就是需要找到潘朵拉之盒，所以第四关是以很多盒子形状的物品来表示它的寻找过程。已经开始了吗？对。那是双氧水跟用二氧化锰催化。哇，非常非常成功哦。对，这边就是用电风扇来吹动船，然后推倒骨牌。瓶子里面水掉下去之后，杠杆让那个车子往前。那底下火焰是熄掉了是吗？对，就是可能就是时间的关系。然后等一下这边会有爆竹，就是爆竹啊。对，有。那大家要小心哦。有，要远离，不然又跟上次一样。对，提前小心哦，有爆竹哦。对，然后就里面有爆竹，然后里面放了一个骨牌，对，哇，好成功啊！因为骨牌不小心先滑下去了，所以那边有可能大家没办法看到，那没有关系，不然就是在实验的时候其实是很漂亮的。那这一关主要要表现什么？这关主要是因为贝塔他是回家，他得到了魔豆，所以他要把它种下去，他要到天上，所以呢，这个是往上延伸，就是一个爬升的过程。哦，爬升的过程。然后有些掉下来，就是代表他受到了一些困难，然后可能有曾经失败过，但是还是往上爬。嗯，对。然后现在这第三关是，就是贝塔他已经到达月宫。哦，曼陀珠是卡在管子里面。哦，没有，有掉下去了。掉下去了。对，可能就是因为一开始就已经先放，所以气体可能就不够。哦，放太久了。对，水车应该是转之后呢，让那个气球往下掉，然后下边是个瓶子，有针。哦，有针把它刺破。对，它会把它刺破，然后就会通电。那里面放的是什么溶液？是那个盐水，食盐水。浓的食盐水。对，然后就通电之后，马达会旋转。底下我们有弄一个类似弹簧之类，不过是用竹块制成的。对。然后就是等到马达旋转，会把重物那个抽掉，然后筷子就会弹，竹块就会弹起来，然后就让球滚动，然后呢到下一关。哦。好，这是第四关，它到达了潘朵拉之盒所在的房间，然后里面有一个酸碱中和反应，刚刚有看到就是酚酞，对，它从红色再变成白 色。目前这个瓶子里面装什么？里面装锌粉。锌粉，锌粉跟什么东西？锌粉，另外一个不太晓得嘞，是氯化氢吗？好像是，对。不是，还要产生氢气，对，还要产生氢气。这你们非常有故事性哦，而且能够用那个科学原理把这个故事展现出来，然后相当不错。对，这样就结束了。好，谢谢，谢谢大家。好，我们掌声谢谢，没有绝对。